輝哥你好 ，Chris 你好。哇，琴日咧我哋出完條片咧，係啊，即係反應熱烈咯。咩標啊？嗰只係潛水艇啊？唔係鄭和下西洋啊？唔係，依個潛水艇嚟嘅，喺呢個實實在在嘅一個潛水艇，勁過鄭喎，勁過好多啦，係嘛？非常實在喎，俄羅斯喎，唔係吹水喎，仲有俄羅斯機芯喎，真係有呢個鐘啊，係啊，唔使吹啊。不用吹的，喂輝哥，反應熱烈，我們加碼，現在你見面都台面有五隻先，是，是吧？現在還有這裡的貨，還有五隻是吧？是，拉屎五隻沒了，那就要快一點啦，是吧？是啦，剛就來落訂了，是啊，這五隻留了，留起了，再落訂，是啦，咁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WhatsApp 我哋落訂嘅。嗱，介紹下只標先好嘛？好，即係簡單介紹下。簡單先啦。係咪手動？啊，手動機芯。係咪手動機芯？係。即係機械錶，唔係石英錶。唔係石英錶，機械嘅。係啦，有粒星嘅。係啦。有潛水艇個樣。係。同埋有 anchor。係啦。個面咧就白面，不過好清晰嘅啲字咧，你見到咧係咪非常之大粒啊？粗兵字咁啊！是啊，很清晰的粗兵字，不會看不到嘛，不會看不到，不需要想，不需要想，很清晰的。現在是 11.7 啦，不是吧，調轉了，是的，7.11那些啦，是的，非常清楚，麥底的後面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吧，50米防水，看到都有這個潛水艇的，這個，是的，現在多少錢來的？900元，900元，就搞定了，一隻，什麼機芯輝哥？白俄羅斯機芯，未執嗎？未執噶嘛？依個咧就係一個 inventory 嘅機芯嚟嘅，即係執咗啦。係啊，咁仲有依一扎嘅存貨喺度。如果你賣咗就冇噶啦嘛，即係執粒機芯。係啦，可唔可以咁講？可以咁講，冇噶啦，即係冇絕版。絕版噶啦，即係你如果你話你整隻第二啲牌子嘅機芯落去 ，ETA 嗰啲啊 ，ETA 又好，依個星辰又好，精工又好啊，精工海鷗又好，你都唔係俄羅斯玉喎，係咪先？係咯，依一隻。俄羅斯呢只賣唔賣，輝哥？啊，依一隻係板嚟嘅，依個非賣板。但係你行得個。係啊，真係啊！咁人哋因為個設計藍本係按照呢一個布防鐘噶嘛。喂，一皮嘢得唔得啊？呢只真係唔知道。你話總之買唔到嘅，你即係你多啲多啲錢俾嗰個人睇下佢賣唔賣咁解啫嘛。嗱，唔係我嘅冇辦法，因為唔係我嘅，所以我唔係我賣唔到，我冇權賣，我冇權賣人哋啲嘢。係啦，老細擺低嘅。係啦。OK， 唔該曬，輝哥。好多謝大家。